This is 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 broadcasting from Bangkok and relayed over transmitters in Bandung, Udon Thani, northeastern Thailand. For listener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Europe and America, it is now time for our broadcast in Mandarin. 这里是泰国广播电台，接下去是普通话节目广播时间。这个节目是在曼谷时间晚上7:45到8点，或者格林威治时间中午12:45到1点，向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听众广播。各位听众，在今天的新闻节目里，首先向大家报告新闻提要。总理27日开始访问泰国南部边境府治，直至29日。今年1月份出口上升10%，为近19个月来的最高水平。政府调解系统外债务取得成功，至今减债7亿4000万铢。泰国商会大学预估，今年出口美国、中国、日本、欧洲及东盟前景灿烂。听众朋友，从即日开始，各位可以在 YouTube 或者俗称的油管收听本节目。您只需在手机或者电脑上打上英文字 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 也就是泰国广播电台海外部。重复一遍 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也就是泰国广播电台海外部，便可以不限时不限地点的收听到本节目，并可以在留言区写下评论或者建议。谢谢各位的支持。听众朋友，接下去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总理27日开始访问泰国南部府治，直至本月29日为止。总理兼财政部长赛塔于本星期二主持召开内阁会议之后，随即在中午左右同司法部长以及文化部长等人前往泰国南部三府视察政务，在搭乘飞机抵达合艾之后，便乘坐汽车前往北大年府。访问的地点包括了林姑娘庙以及歌色清真寺。27日晚上住宿于北大年府，28日则前往以拉府，随后再前往最南部的乌洞县，并下榻于乌洞县。总理此前表示，这次泰国南部之行主要是要振兴经济以及复苏旅游业。到29日，总理一行访问陶公府，然后返回曼谷。今年1月份出口增长10%，为近19个月来的最高水平。商业部常务次长基拉迪近日公布了今年1月份泰国对外贸易或者泰国出口的数据。一月出口价值为226亿4900万美元，增长10%，为连续第6个月增长，也达到了19个月来的最高水平。如果扣除石油、黄金和军事装备相关产品，出口价值增长9.2%，进口为254亿0700万美元，增长2.6%。导致泰国贸易赤字27亿5000万美元。1月份泰国出口增长得益于农产品和农工产品的增长，其中农产品增加14%，农工产品增长3.8%，为连续第5个月增长。出口增长的重要农产品和农工产品分别是大米，增长45.9%。新鲜冷藏冷冻和加工鸡肉增长5%，橡胶增长5.5%，新鲜冷藏冷冻水果和果干增长30%，海鲜罐头和加工海鲜增长5.2%，宠物食品增长9%，饮料增长18%，水果罐头和加工水果增长23%。食品调味增长23%，
蔬菜罐头和加工蔬菜增长 33%， 新鲜冷藏冷冻蔬菜增长 15%。 出口下降的重要农产品包括了木薯制品下降 27%，砂糖下降 16%， 动植脂肪油和植物油下降 58%， 工业产品出口增长 10%， 为连续第四个月增长。其中出口增长的重要工业产品分别是电脑设备及零部件增长 32%， 钢铁及制品增长 106%， 橡胶制品增长 3%， 珠宝首饰不含黄金增长 21%， 机械及零部件增长 7.6%， 电话设备及零部件增长 56%。 同时出口下降的重要工业产品包括了汽车设备及零部件下降 4.7%， 化学品下降 1.6%， 空调和零部件下降 10%，半导体晶体管和二极管下降 9%。 对主要市场的出口大部分都有增长，随着贸易伙伴的需求逐渐恢复，与全球方面的贸易复苏趋势和工业生产改善迹象一致，主要市场整体增长 10%。 所有市场都告增长，其中美国增长 13.7%，中国增长 2.1%， 日本增长 1%， 欧盟27个市场增长 4.5%， 东盟5个市场增长 18%。 CLMV 周边国家即是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增长 16%。 二级市场方面整体增长 8.8%， 其中南亚市场增长 0.04%， 澳洲增长 27%，中东增长 2.9%， 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 CIS 增长 64.6%， 非洲增长 24.2%， 拉丁美洲增长 4%， 英国下降 1.6%， 其他市场增长 11%， 例如瑞士增长 5.1%。 政府调解系统外债务取得成效，债务减少7亿4千万株。政府发言人蔡瓦哲隆透露，总理兼财政部长塞塔对内政部联合各方解决系统外问题工作予以跟进。根据内政部登记解决高利贷登记85天，也就是截至今年2月23日，数据报告一共登记人数145,000多人，债务总额超过106亿1600万株，成功调解了16,900多人的债务问题，债务减少7亿4千万株。总理对政府以内政部为主，能够确实帮助解决欠债民众的困难表示欢迎，并重申政府将继续推行各项政策以帮助减轻民众的负担。政府发言人蔡瓦哲隆补充说，在内政部推出要求各府认证落实解决高利贷政策，并从去年2月1日开始受理有关高利贷问题民众登记工作，在各方的积极配合下展开落实解决高利贷的方案，将债权人、债务人纳入正规贷款系统进行调解。在去年12月1日受理登记当天，全国77个府志登记人数达到22,000多人，其中债权人11,500多人，总债务9亿3500万株。从85天的登记情况可以清楚看到，全国希望政府帮助解决高利贷问题的民众是登记首日的6倍。进入调解程序的26,800多高利贷债务人，完成调解16,900多人，减少债务7亿4500多万株。他补充说，总理对政府政策能够帮助解决欠有高利贷债务民众的苦难表示欢迎，而通过调解解决高利贷债务，表明政府正在推行的各项政策旨在减轻民众的负担。
强调政府诚意解决欠高利贷民众的问题，内政部及相关单位正在加快进行调解，以实现100%调解的目标，让政府的该项工作能够圆满成功。同时，政府将继续推动各项减轻民众负担的政策。泰国商会大学预测，今年出口美国、中国、日本、欧洲及东盟的前景灿烂。泰国商会大学对整个市场和出口方向进行评估，透露美国、中国、日本、欧盟和东盟前景光明，与2023年相比呈正增长的态势，并列出这五个市场的泰国明星商品名单。泰国商会大学经济与商业预测中心对2024年泰国出口方向进行评估，预计泰国今年出口额达到2,946,760,000美元，增长 2.5%， 或者增幅在 2%-3% 范围之内，也就是2,902,5,300,000美元到2,930,9,900,000美元，前提条件是全球经济增长 2.3%-3.1%， 原油均价在每桶76-82美元，泰铢汇率在34-35铢兑换一美元，泰国通货膨胀率在 0.5%-1.5%， 世界贸易增长 3.3%。 支撑泰国出口的因素方面，泰国商会大学经济与商业预测中心认为有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了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该预测数字从2023年10月增长 2.9%增加了 0.2%， 升至 3.1%， 这归因于美国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复苏以及中国的财政支持。二，2024年世界贸易有望增长 3.3%， 由于通货膨胀率、利率下降，虽然美国和中国经济复苏慢于2023年，甚至包括了欧盟。三，2024年泰铢汇率上半年呈现疲软的情况，对竞争力产生积极影响。四，全球通货膨胀率下调利率机会增加，使得全球经济增长。五，多个国家预计将下调政策利率，美国有可能在五月降息，从而使得全球经济在下半年实现增长，并在下半年推动出口增长。对泰国主要市场包括美国、中国、日本、欧盟、东盟进行深入分析后发现，将在经济复苏情况下增长。美国市场被认为是泰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市场，占泰国全部出口量的 17.1%。 2023年泰国出口增长 2.8%，今年预测受到通货膨胀、经济开始复苏的问题，将使增幅降至 2.4%。 估计今年出口到美国的主要商品为电话机零部件、晶体管和二极管、变压器、空调、珠宝。中国是泰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市场，出口额占泰国总出口的 12%。2023年出口中国增长为负 0.8%， 但今年将恢复到正增长 2%。 听众朋友，今天由泰国广播电台所提供的普通话节目全部报告完毕了，我们明天再见，感谢您的收听。